是失去的感觉，感觉不到快乐的滋味，感觉不到心痛的伤悲，我失去了才能学会，学会原谅你对我的误解，学会习惯你对我说你累，我不想再学会流不出眼泪，其实更可悲，你对我有抱歉容忍现在说抱歉，其实无所谓，决定离开就是因为你什么都不了解，一开始你就不了解。
享受、哦哦、更需要去享受、哎、就当它自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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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想念街角那酒馆，直到夜半的晚餐，想念失眠那破晓，星空下促膝长谈，下午一点凌晨三点，岂能混为一谈，有些绝对必须存在，慰藉它不需要电影啊，适度的孤独，对阳光还有期待，而不是看着它腐烂。永久的日子，在隐晦的情感，都藏匿不起来。永久的日子，我站在露台等。睡意醒来，把窗帘拉下来，谁可能比我更不安，躲着时间旁观，钟声多么愉快，永久的日子，在深刻的浪漫，都藏匿太委婉。永久的日子，时光无限好，还不到傍晚。我需要电影啊，适度的孤独。看着它腐烂，永久的日子。
告诉你，我更想以后还记得。世上最硬的东西是什么？世界上最柔软的到底是什么？唱一唱，一切换一换。
家破奢侈，赤裸玫瑰的价值，带点色彩勾线的知识，衬托彼此。要做我的新导师，就懂两人疯狂的固执，只是我的坚持，就
都犹如刀锋，宇宙精心策划的内容，不放慢的心就会错过感动。爱带你去兜风，这感觉我懂，微笑最管用，结局会不同，世界也不同。让你的暧昧在不经意间
谢谢一帮非常丑的葫芦娃。好了，要跟大家打招呼了。Hello， 上海的朋友们，你们好。非常感谢，然后今天大家的到来，对，因为在这里呢，还是要跟大家再次介绍一下，爱的分贝是一个救助听障儿童的公益项目，帮助丧失听力的儿童植入人工的耳蜗来恢复听力。因为其实我也知道今天来的所有朋友都有用实际的行动为听障儿童献上爱心，那所以今天我也想跟爱的分贝理事穆林山小姐，然后一起跟大家表示感谢，有请穆林山女士。谢谢谢谢谢谢。好可爱的比亲们。嗨，大家好，我是爱的分贝的理事穆林山。我刚刚下了火车，差点迟到，还好赶上了。听说比比今天为大家唱两场，辛苦了，累不累？对，还好还好，就我觉得更多的是兴奋吧，对，一上台，对。我今天代表爱的分贝这样一个公益项目来和比比见个面，然后其实我们在作为爱的分贝的理事，我今天好惭愧，你知道吗？因为我以为我已经是爱的分贝的老人家了哈，但是我今天才知道周笔畅老师才是爱的分贝的老人家。他不老啊，但他比我OK， 我只有五岁，但是我在我妈妈肚子里就开始做公益了哈。所以实际上，我作为一个爱的分贝的老人家，我到今天才知道，也许你们早都知道了。其实早在2012年的时候，比比就和爱的分贝通过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叫做《梦想》。赞赞的，通过这个节目，就大家就怎么样呢？就是这个偶遇了。但是他们，应该说咱们，对，比比和我们相互观察和默默了解了3年之久的时间，带着一颗非常谨慎和认真去做公益的心，终于到了2015年的时候，比比成为了爱的分贝的公益大使。我要说的第一个是，我真的今天好惭愧，因为我直到现在才见到我们爱心大使本尊哈。然后他其实为爱的分贝太低调了，做的事情却那么多。所以呢，我要说这个周笔畅老师，今后在爱的分贝的这个公益历程当中，请您多多带带我们。第二个要说的意思，其实是因为我知道，因为比比的这样一个低调又严谨的爱的分贝的这样一个传递啊，所以就有了我们的比亲们都跟随着他一起在支持着爱的分贝。我知道今天在我们现场一定有人是爱的分贝的月捐的，或者是我们长期的捐赠者，对不对？而且我知道大家一定有人做我们的志愿者，去帮助我们走访了很多的龙儿，对不对？所以我还知道我们有的这个比亲，实际上你会在一年当中很特别的日子，比如说是钟老师的生日，比如说是自己的生日，或者是99公益日，你定期的来给爱的分贝捐款，我知道的。而且我还知道我们有的志愿者
不仅一次走访孩子的家庭，有的两次甚至十次在走访孩子的家庭。所以说我相信大家其实是这么多年来开始见证着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越来越多的小朋友，他们通过爱的分贝，通过大家这么多人爱心的接力跟传递，植上了一个小耳窝，接受了语言康复训练，回归到了一个听得到的好美好的世界。所以你们真的好棒，给自己一点掌声。所以呢，我也拜托各位，你们都是爱的分贝的前辈，接下来的日子请你们多多关照，让我们继续和比比一起在爱的分贝的这样一个公益的这个世界里边能够凝聚更多的爱，好吧。我是一个这个年纪大的这个新人，所以呢今天我来我是学生，所以周笔畅老师我不是空手来的，我们今天给你还有给所有的笔亲们带了一个小礼物，我们一起看一个 VCR 好吗？摄影师、创作人、演员，在这些角色之前，我是一个歌手。每一个符号，每一个音阶，沉浸于这些美妙的声音之中。生活的起起伏伏，镜头之外的五味杂陈，在有声的世界里，从未感到孤独。但他们，这个世界不一样。世界是安静的，在他们可爱的笑脸背后，是对有声世界的幻想与憧憬。我想要用行动告诉这些孩子，他们并未被有声的世界所忽略。13年，用情发声，这一次我在上海，以爱的分贝为贫困聋儿极深巨爱。还要激动10倍，所以我要告诉大家接下来这些数字，不然我会激动地忘掉他们。Begins to love， 这是比比老师他为爱的分贝而专门提出的这样一个我们这样一个特别的音乐会的名字。他说最初如果大家是为了他而开始 begins 的话，那么接下来一年又一年的坚持到今天，我们第三次 begins to love 的时候，其实是大家在一起去 to love。 所以这是在比比的带动下大家一起的一个努力，好成就。在过去这么多年的结缘下，我要跟大家带着一份很感恩很虔诚的心和大家汇报，通过 Begins to Love 的善款，我们已经有9个小朋友植入了，成功的植入了人工耳蜗。没完，还有118个小朋友正在使用这笔善款接受着语言康复训练。而今天我们这一场 Begins to Love， 我们的善款的额度是你知道吗？好，不客气啊，我就说了，115,480块钱。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真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给这些孩子带来的那种希望跟想象力。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就在2个月前刚刚通过大家的爱心完成了耳蜗植入手术的2岁2个月的小云和她的妈妈，好不好？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
哇，来站到中间来，来，哇，给个掌声好不好？掌声。两岁，你可能都不记得两岁你在哪里哈？你有没有两岁的时候有没有爱上 BB 啊？对，他刚刚两岁，其实一般的小朋友两岁的时候也刚刚开始呀呀学语而已，对吗？但是呢，在两个多月之前，一个这个小耳蜗开始成为他身体的一个部分了。接下来的时间，小云就会和每一个孩子一样开始去学习说话。今天呢，说实话这么点的小不点真不容易哈，也没被大家的热情给吓哭哈，我真担心他哭来的。我们问问妈妈吧，因为毕竟小宝贝太小了。妈妈，这个你是哪年的？我是87年的。来啊，比我还小。这个是给你点赞的意思。所以妈妈跟我们说说你从哪来。我从广东阳江。阳江来，嗯，那你来告诉我们大家，小云你的小宝贝在手术之后变化大不大？他手术之后变化非常大的，然后呢，他以前的是以前他听不到声音嘛，然后都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老是自言自语玩自己的。现在呢，他听到声音之后呢，我喊他他会转头。对呀，然后呢，真的，而且最近呢他还会喊妈妈了，这是让我真的非常激动。哎，我刚刚在台下才知道，我们小云宝宝他做手术的那一天用了10分钟就适应了，而且那一天据说很特别。妈妈告诉我们怎么特别。我就是看到他出来我都是一直哭的，看着他哭着，看着他进入那个手术室也是看着他哭着出来。但是他等医生说他手术非常顺利的时候，我是也是内心非常激动的。对啊，其实真的非常感谢爱的分贝，还有感谢 BB。 加油加油。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就是那么的巧，好像生命当中有一些偶然是注定的一样。我们小云手术的那一天就是 BB 的生日。好棒好棒。那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祝福献给这个小姑娘，还有和她一样的很多的等待着走回有声世界的孩子，好吗？好。小家伙的表现相当不错哈，我真的很怕他今天就哭了，棒棒的。好，我们也跟妈妈加油，因为现在小云其实已经开始语言康复了，我们祝他一切顺利好不好。哎哎哎，忘了忘了，我忽然间就有了一个想法。不不不，我的想法不是这个。我的想法是作为我们的爱心大使，其实他和大家一样已经无数次的拥抱了所有的孩子们，对吗？我想和周老师和前辈您做个请求，因为我觉得像我们小云他有一天真的就会很有可能像在座的各位一样站在这里听你的演唱会。到那一天我们可不可以有一首歌就叫做爱的分贝？我相信会有那样一天的。对，嗯，谢谢谢谢。所以呢，那我想我们也和每一个比亲们做个约定，让我们继续在周老师的带领之下哈，我们每一个理事也这个尽可能的去做好自己的那一点点微薄的工作和力量，但是有大家的支持在，我相信我们可以在未来
帮助更多的孩子，让他们早一点回到这样一个听得到的美丽的世界，让他们和所有的孩子一样可以听到美丽的歌声，好吗？谢谢谢大家，谢谢你们对于爱的分贝的支持，谢谢比比的支持，谢谢小云，好，谢谢谢谢，好棒，哇，好棒好棒，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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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继续听歌好了。谢谢谢谢谢谢。加油！加油！等一下，有点热。情和爱之间，你可曾为我想过，就在灰色地带，你恨我是要不到又给不了的爱。 爱如果悄然无声，为何心会澎湃，当你眼神看过来，也许爱是美丽意外，你为何不面对我的爱？别爱我，别爱我，想爱个朋友，你寂寞难忍耐，就来的女孩，别爱我，想爱个朋友，在友情和爱之间，现在该有个选择。虽然痛在心折磨着我，爱已给了你，现在收不回来。爱如果悄然无声，为何心会澎湃，但你眼神看过来，也许爱是存在，别爱我，别爱我，等
是等你，但也是压力。是不是因为爱只有期待，所以失望也就随之而来，哭着看在发育的爱。下去是等你，爱也是压力。今年的 Begins to Love 呢，爱的分贝公益音乐会，然后其实也要谢谢我们的联合主办方，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媒体爱奇艺娱乐。谢谢。对，因为这次音乐会的所有票房收入，我们也会将联合爱奇艺娱乐一起捐给爱的分贝听障儿童救助公益项目。感谢爱奇艺娱乐的支持，也感谢正在同步收看直播的网友们。谢谢。然后其实爱奇艺娱乐，然后也精心征集了非常多朋友们的照片，然后号召大家一起来认真听、认真爱。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请我，我一直在。
好，再次谢谢爱奇艺娱乐。OK， 好，继续吧。伸出了手。
快乐的世界，回不到自由不见。我多想你能听见散落空气的语言，无声之中我们之间不心不言，没有色彩的书签，长得好像你。
走去你的心里，原来安慰的人是这样的感觉。写了又写，改了又改，到底下笔落在哪里？谁让我偏偏那么的喜欢你？收到了。天哪，转身太危险了，麻烦不要切近景好吗？
在那个街头我没往前走，怎么会看见你正回头，那么多的出口，万一我先走，你就是不认识的某某。喜欢同一个歌手也上网漫游，我怀疑有相同的朋友，却从来没碰头，但从今以后你和我的故事就要回流。为了你，就是你，所有等待都有理由，不管要多久。同一部电影泪流，却从来没碰头，但从今以后你和我的故事就要回流。就是你，一切变得可以忍受，是你的最后微笑，你执手，为你我最后个彼此拥有。就是还是要感谢乐队，对，我们所有的乐手，对，然后谢谢 Cuba， 谢谢少荣，对，谢谢所有的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谢谢爱奇艺娱乐，对，然后也希望不久的将来，然后可以继续跟大家一起 Begins to Love。好，最后一首歌。看看明天总会来，生命没有彩排，无一不是笑，还相信依赖，眼泪和心碎也不能让我
的心灵失去期待，才看到未来。那些人潮人海如此迫不及待，散去又回来，没有某个角落可以置身事外，逃开现在。如果我放弃，该怎样去面对那些真挚的爱？谁拥有那未来？爱我的人相信我，我一直在努力改变所有失败，为你忙的存在。爱我的人感谢你，你们的爱就算人生不是精彩，我也要勇敢的像夜里的光，就像疲惫的像指着羔羊，伤口需要滚烫，生命需要成长，痛要品尝，因为去碰撞才会懂坚持是不是对的方向，错过的不要想。就像干坏的香，就像杯底的糖沉淀了思想，每个人不一样，也许你的幸福地址不详，要明白悲哀并不是一种奖赏，而是种力量，要用它去发光。全部结束，请您携带好个人物品，有序离场，请您随手将身边的垃圾放入垃圾桶。